真的崩溃了，居然哭了，这个也太累了吧！哇，干嘛？我被咬到，好痛！大哥，大哥，哎。营业中远赴屏东惹哭康哥，咬晕后被风车崩溃画面曝光。我们将在这个土地上盖一间新的商店，盖一间新的商店。新一季营业中真的好硬，灾难配方统统加进来，玻璃爆炸、密封遮罩，还有体感45度的除臭烤烟哦。这个也太累了吧！哇，干嘛？我被咬到，好痛！大哥，大哥，哎。我怎么觉得上次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在我们店里，好像是在清明节。通常这个时候不是就是会有两个攻读生来了吗？你好，我们是你们今天的工读生。我们那天一到的时候，刚好元浩被那个蜜蜂叮到。哦，对对对对。我想说，哎，我们店前面可能会有元浩的头像。我们尽全力在磨合中，磨得蛮好的。我直到今天才发现你是一个。你怎么到现在才发现呢？因为我觉得群组里面变祥和了。刚好只有抱怨其他人难相处，到底是谁？我没有跟难相处，我们说需要磨合一点时间。谁需要磨合？你说元浩吗？我觉得元浩他这个人很好，但他就是一个单行道这样，一直往前，一直往前，但道路要过关啊，一定要过关，不然你就一定要过瘾。有时候他会用一些容器，然后不小心要加热，就爆炸了。我的最近情绪比较稳定，还是更稳定。现在比较不哭了啦，但情绪还是蛮不稳定的。他第二次更崩溃。那其实从第一天踏进要开始录的话，就蛮崩溃的。我觉得是，因为我现在有贡献到。干嘛啦？这条好狠！我觉得我这次没有付出很多，但是我每个地方都会帮到忙。我教了耗子煎蛋，是你教我们一起煎蛋。我只能讲是一起失败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耗子是生活白痴。我不是说生活白痴，是搞得太……我们那天在剥那个高丽菜，然后高丽菜因为高丽菜不里面有那梗梗吗？比较硬，你要先切掉才能割。它就剥多一点就变梗梗梗梗梗梗。他有好奇过为什么我都会喜欢他，然后为什么我不自己做？但我就是喜欢讲。哪有拿到合法的示范权？可是我还是有在做。没有好奇心，康哥，你有被示范吗？我在现场戴耳机。